我们会做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生物，因为我们先做完可爱生物之后呢，等会还会做一个这个，等会才来做这个比较凶悍的生物啊，先做可爱的。当然这个可爱呢，这个不会让大家失望啊，我既然说要做可爱的，就一定要非常可爱才行。看好了啊，他的这个手爪子。这个脚掌，是不是很可爱啊？做完了，然后这个脚，让我看一下脚。谢谢 Sam 送的一台挖掘机，牛逼啊！谢谢我们的 Sam， 谢谢。奶子。是不是？好，行，改造一下稍微的啊，这个我们将就用一下，等会我们会做一个非常凶悍的这个凶悍的生物出来啊，好吧，可爱吧？无知的人类啊！哎，可以摇尾。第四个是跳舞吗？这个？这摆 pose 来跳舞，我不会跳舞，不会跳舞，我得想办法去学个跳舞，这样的话我可以改更多的这个进化点，是用手抓收东西的，丑死了，我操，这还丑啊，哇，这还丑的，我就没话说了。你看我移速就快了很多，就跟刚才不是一个量级的，知道吗？不是一个量级的。而且这个找东西都特别的方便啊，特别方便。找一下，
这几个骨堆都可以解锁这个新的这个改造。等我可以去带点小弟。现在主要是不会跳舞，我把跳舞解锁就好了。跳舞。我来学一个跳舞，看哪个是学跳舞的。哎，这个交配一下，跳舞学会了。丑的一逼的同时伤害还高，是吗？丑吗？